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十二章是一个关键的一章、那也是到了最后、这个整个出埃及已经到了最后，过十二章他们就出埃及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二十八节啊，不过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读完哈。我们起来读，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要我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同吃不可吃生的，不可吃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那弟兄姐妹就先读到这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弟兄姐妹很稀奇，那说真的，这个逾越节，跟耶和华应该比较没有关系，跟我们比较有关系，是？那是跟我们有关系。其实，可是就没有讲说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也没有说是希伯来人的逾越节或者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但是他说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像这个节呢是耶和华在他自己来张罗。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然这个逾越节真的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他把这个逾越节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你知道，这个张罗的这位神，他献上的这个羔羊，不是公山羊这个或者是这个公绵羊，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预备被杀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感恩在主的面前。那一天，每一个人每一家就杀一只羊，那弟兄姐妹他们就把血涂在门口门楣跟门框上。那当那一天晚上秘密的天使看见这个血的时候，他就越过去，就不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如果没有血怎么办呢？那这个秘密的天使进来，所有的头生的弟兄姐妹，人的头生的，我们可以知道，连如果那个牛这个猪啊，猪一生了就是一锅一窝嘛，就是七只八只甚至十只，那哪一只是头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连我们都看不出来，但弟兄姐妹，上帝都知道，谁神是头生的，通通都要遭到毁坏。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流这个羔羊的那一天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以色列人就得以被逃脱这一个可怕的灾难。那一天呢，整个埃及地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血，所以呢就面临的天使就进去，从坐宝座的一直到在磨坊里面这个卑女的孩子这个所有的长子通通都死了。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埃及有大的哀哭，很大的哀哭。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想到那一个情景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弟兄姐妹，出埃及记就是神要把以色列带出去，前面的九个神迹或九个灾难都没有办法，以色列都没有办法出埃及。那最后一个神迹，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神迹？有人说，因为这个长子杀了，他们就出埃及。不，弟兄姐妹，其实他们能不能出埃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羔羊被杀，血已经流出来。弟兄姐妹，就感谢神，
这就是我们出埃及的唯一的真正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不是这些神迹，这些神迹再多只能让我们认识神是何等的伟大，神的救恩就拯救我们是何等的真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能够出埃及，我们要真正的从世界里面就被救出来，我们要真正的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我们要真正的离开罪恶，罪恶的辖制。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所以羔羊的宝血就可以叫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完全的救赎，那么挡住所有一切的灭命的天使，就是来追讨我们的罪恶。弟兄姐妹，感谢神，那一天那个灭命的天使走到门口，就看见那个血涂在门框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因为我们很敬虔，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被杀的羔羊叫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信耶稣，只有靠着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感谢主，第十二章就讲到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其实十一章的后面其实就是在讲神的审判。那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从审判里面救出来？弟兄姐妹，之前呢，这个冰雹只有下在埃及人住的地方，没有下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地方。黑暗整个笼罩着埃及全地，但是在百姓的当中却是明光照耀。那弟兄姐妹，这是可是神就是已经宣告了，就是在第十一章宣告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可是弟兄姐妹那这次以色列人不做什么也能够得到拯救，不是，他们必须要度上心，就是要接受，要用羔羊的血来使他们能够得到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安稳，什么灾害都不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一直活在你的面前。谢谢耶稣，为着耶稣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充满了感恩的心，求主祝福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天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主恩待祝福你的百姓，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